家好，我是行销系的尤安，可以叫我 BB。好，又到了爱情这个阶段。而且刚刚我每天晚上抱着棉被睡觉。其实是有原因的，我要讲一段小小的故事。还记得在国三那一年，我的初恋，第一个女朋友，还记得对象是一个我们班的班花。那天在一起之后，哇，好开心哦，班花哎，竟然自己可以这么幸运，班上十几个人想追她都追不到，可是没有想到说，才在一起第三天之后，她就传一条纸给我说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，是还是当朋友比较好吧。当下真的就完全没办法接受吧，感觉就像云霄飞车这样，我只觉得爱一个人真的，不管你有任何原因。千万种理由，如果是真的相爱，或是真的爱一个人，那就不要离开，因为那真的很伤。带着手还有别走。真的爱我的话，那就不要离开我。
如果说你真的不爱我的话，那也不要真的说出口，因为那真的真的很伤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谢谢这首《爱我的》。你今天有啊，在真情演唱《爱我的》。